講呢個我可以講一次。呢架行入嚟啊，西樓房。冇錯啊。呢咁即係入多咗位。轉車站，我團轉轉五九下下下，係咪都係計我程車先？唔計。計你一程嘅票。係啊，一程嘅。哦，即係六個 M 轉。咩啊？你六個 M 轉五九 M 兩程啊，都冇。唔係咩？一程。即計我兩程。計下兩程票。係跌咗兩次啊嘛。係啊，我跌咗兩次，即係計兩次。係啊，我記得月票係冇試水有咩啊？冇嗰啲嘢。係啊。所知通常呢兩片場所都有機會有搶鏡嘅。係咁樣嘅話，你想行翻荃灣站得先。我落嚟。都停於路線，荃灣西加魚心呢兩個站。
機會會過咗中國呢度。冇呢條唔過啦。咁我想你答啊，不過用斯達。我係咁講。斯達。都過中。我知啦，好冇所謂。但係佢機唔好話得個。都係。我已經試過幾次老闆老闆壞機。咁你不如諗下下你行方位。因為我想有一次我未坐六 M 翻屋企。跟住坐坐下，一隻牛咁咪過咗車有條豬。咩牛啊？有條牛啊，唔係牛。唔係，我有 friend 有經歷，佢好細個嗰陣時坐車嘛，老豆嚟嘅。佢咧唔記得，即係上車要搭嗰個步嘅，佢唔記得搭步，然之後隻牛腳咁樣棘身跌低流血。邊度搭步？啊？即係你話啲高地台巴士？係，唔係低地台。但是他不是一台步啊，不是，他是一台车的那些，不是，或者这么说，他台步台太小，比那层级轻余了，即是全厂试过来的，是，全厂试过来的，keep 住了，然后就流血了，但没有过车，即是没停下，什么车，小心点，继续跑，不是，但后来他失去了知觉，失去知觉，不是，只脚失去知觉。